我是观光列车长的白信列车4月27号，瑞芳，瑞芳，彭家路10点50分什么的是4137哦，是我发这种沿线，开往树林的用外星圈了。你要给的号子是那个另外一边，还蛮特殊的今天。哇塞！哎呦，501车网哦，501车网圈呢？不是1374，在瑞芳。瑞芳红桥通过，谢谢各位。5014辆一边座椅的区间车车网。在瑞芳，我俩通过啊！如果选民干嘛，咱们都定我们大地方。嗯，这次就到，拜拜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因为调度员应该有点迟疑，对吧？所以才下台然后通过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